你以你的工作为荣吗？大丰环保 Zero Zero 让人骄傲的说。欢迎回到 Zero Zero， 我是莎宾娜，今天我是回收人第六集，邀请到我们 Nikki and Yo Y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ikki。你好 ，Yo Yo。当你刚刚说我太浮夸了，但他们自己也蛮浮夸的，穿这样子。不会，在上班的中班哦，上班中班要这样啊？是第四集那个贝拉有性感吗？是制服，制服没有办法。他现在在那边瞪着我。他们两位是企业青的客服嘛？那我可以问一下，你们平常企业青的客服主要在做什么工作？主要的话就是机密文件的销毁，然后木材的清运跟硬碟的销毁。那你们觉得这一份工作最最最需要的工作力是什么？有耐心，还有什么爱心？爱心是不需要。那对小孩比较有耐心，还是对客户比较有耐心？对客户。那对小孩可以怎么样？没有好好的安抚，爱的教育。对，爱的教育你的纪律。那我们今天第六集就是进入回收人2.0的系列。我今天特地准备三个游戏关卡。今天游戏赢的人的奖品是什么？请看。事前调查，两位都非常爱吃牛排，所以今天的奖品就是牛排。哪一个部位？菲力跟牛小排。没有和牛吗？太咸了。这一集才有这个奖品，以前都没有。你看，你问那个菲拉有没有？今天两位就要用三个关卡来决胜负，看看谁的工作力比较强，但是也不一定工作有关。第一个关卡速度，我们客服人员最重要就是接电话的速度。两位等一下把你们的手机放在桌上，然后呢，只要我讲到关键词，我讲废车，你可以把手机拿起来，说废人、废物什么都不行。抢答之后呢，你们就要看我传给你们的讯息，对着镜头念出我传的东西之后呢，他们觉得 OK， 你就过关到下一关。两位都是双宝妈，待会第二关就是要考验你们的母爱够不够深厚。那我们两个就刷掉了。你们就要记一下你们小孩的五官号码，跟我讲，答对的人才可以进入第三关。比如说，第一张是某个小孩的眼睛，第二张是某个小孩的鼻子，然后说哪一个是你的小孩？两个妈妈 OK 吗？应该可以吧。第三个环保，我们是环保公司嘛，桌上就是有三罐宝特瓶，你们有看过那以前那甩一下，然后可以直接反正导正的，连续三个甩过导正之后就过关。好，很简单吧？来，那我跟他抢先一下。给你有没有尊重我们奖品啊？先给我吃，我会先给你吃。好好的，合作无间，就没有竞猜一次。你来大丰多久？前后加起来的话，大概4年。你和悠悠都是负责企业清运的部分吗？对，一直以来都是做清运。我是后来回来是负责企业，因为我之前是废车的。嗨，悠悠。嗨，我可以问你一下，你来大丰大概多久了吗？1年多了。然后你跟 Nikki 都是负责企业清运的客服嘛，对不 对？那我们现在企业清运有哪几个种类？主要的话就是机密文件，然后木材清运，然后还有硬碟销毁。那你觉得你和悠悠之间的默契怎么样？有时候很有默契。那你觉得悠悠是怎么样的人？傻大姐。那他在工作上也是傻大姐吗？工作上的话倒还好，心急动作慢，然后就会比较谨慎，不会是那种动作快，然后心慢慢来。我们两个比较相反，所以你们是互补类型，有一点像。那你觉得你跟他的默契怎么样？默契很好，很好，你确定？不是这样讲的，哦、因为目前企业清是只有你们两个客服在负责，对不对？那你们案件会怎么分类？因为我们都是按照区域去每个礼拜轮流的。假如说南区 A 客户是你的，那下礼拜一样是你的吗？还是下礼拜会变成他的？只要说这个客户不是既有的客户，是新客户，他没有完成的案件的话，都是以原本的人为主。下个礼拜变成说，哎、欸，他接南区的新客户。对对对。你现在目前是负责哪一区的？这个我是东南部。哦，那我可以问一下，中部我们企业情比较大宗是哪一种类的吗？机密文件。那如果是全台湾来说呢？像北部的话，机密文件最多。那中南部其实都有哎，因为我还有接木材。那木材如果分很多种类的话，你们要怎么去评估可不可以负责清运？我们都收站板，其他的像家具或者是其他个人的那种木板啊，就是换其他单位。一般既有的客户跟新客户的比例大概？
多少？既有客户是三分之一，然后新客户三分之二。所以平常就是要维系旧客户，然后去开发新客户，这样吗？对。那新客户都是会自己找上我们，还是我们要自己去开发？大部分都是自己来询问，因为像现在很多机密文件，因为个资法的问题嘛，然后再来就是垃圾情运的问题，现在都有换制，所以说现在企业都会自己来找情运公司。那你觉得客服人员最需要的能力是什么？就是要有耐心，忍住不要生气。有可能等一下有些人用到。啊，你之前也是做这方面的工作吗？我们在做企业之前，我是做家电的客服。哦，因为我们也有家电家居混合。对。那你觉得两种最大不同是什么？家电比较没有压力，因为都是个人户，我们处理的时效性都很快。但企业的话，我们就是要一直沟通，有一些跑合约啊，或者是其他的报价部分，其实都一来一往，这个程序都会花一段时间。没有那么快成交。那我想问，如果一个企业他要签约的话，大概一个流程要跑多久？如果快的话，其实我们二至三周都没有问题。哦，好报价，蛮快的。对对对，但有些比较大公司，他们可能是要先规划预算的话，那这个流程就会可能跑半年。哦，这么久，希望你等一下可以赢得比赛，拿到我们的高级奖品。谢谢。第一届我是回收人游戏竞赛正式开始，第一关只要听到光碟两个字即可接起手机并看内容念出答案。光头光碟，盘里放着一颗梨，桌上放块橡皮泥，小梨用泥学捏泥，眼看着梨手捏泥，比比真理假理差不离。 OK， 用笔画葫芦，葫芦画得真糊涂，糊涂不能算葫芦，不要画葫芦不糊涂，糊涂学习不糊涂，画出一只大葫芦。OK。我一直哭，我这也没错啊。到底？二三八九。一三七九。My God！ 我会有点声音了。你好冷，不是认真的时候就是比较冷静嘛。一二七五，赶快赶快，赶快去养到进球。我要去考你上去。来啊，好，快点快点，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，快点，没有竞争感哎。访问一下，你刚刚在犹豫哪一个？鼻孔有点认不出来。你知道我自己在做，想说到底哪一个是你，我自己搞混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判断？你怎么判断？这是我家哥哥的眼睛、啊，对，这个很明显。那是妹妹的眼睛吗、啊？那这个嘞？这个是谁？这是我家妹妹的，对不对？还是他家的？我不知道，都不知道，快猜。那谁的？我只知道。鱼目混珠旁边的小孩怎么猜？有好几个都是啊，因为这个嘴巴太干净，这个是我们家的。好的，我们这一集我是回收人游戏到这边结束。The winner goes to Nikki。请问一下，你胜利的感想是什么？谁要帮我煎牛排？愿意帮他煎牛排的人，请在底下留言。小鲜肉也可以哦，但是小鲜肉有些已经报名给贝拉了，他在镜头外比，他会被老公杀掉。你们失败有什么感言？没关系，没牛排会分我吃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来颁发一下我们的奖品。他看起来不开心哎，因为没有人帮我煎。好了，我们这一集我是回收人就到这边结束啦，我们大家下一集见，下期见，拜拜。半个小时啦，没有这一关是卡到下巴，卡着啦。哇！来 ，winner！ 这只是练习好吗？我是回收人，下一集见。